现在和我一起回忆一下，十年前，也就是2013年，你家里装的宽带是多大的带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会儿普遍10兆、20兆、100兆都已经是非常有钱了，而短短十年，千兆都已经普及到家家户户。这时候，你曾经的老路由器肯定是压力山大。今天给你们推荐一款200出头的锐捷黑豹电竞路由器，配备5根天线，其中3根5G 天线为信号更强的3阵子天线，而且很有诚意的配置了5颗功率更高的独立信号放大器，支持双千兆宽带聚合，在200价位性价比拉满，穿墙能力非常强悍，测试穿2堵承重墙信号依然满格，能流畅在线播放2倍速 4K 视频，这样的性能对于正常150平内户型的家庭完全够用。既然是电竞路由器，肯定得有一些普通路由器没有的东西。锐捷黑豹有独立的游戏频段，连接Game WiFi 频段后，搭配在 App 内开启游戏加速，游戏终端的网速就能始终被稳定保障，即便在用网高峰期也无需担心其他人下载追剧刷视频的抢占你的游戏网络，完全杜绝掉频被抢网等情况。2堵墙也仅有不到40毫秒的延迟。作为一台仅200加的路由器，不仅信号强，又出色的穿墙性能，而且游戏快，电竞模式深度优化，锐捷黑豹是你新装路由器的性价比之选。